韩媒报道，近日韩国女歌手 IU 发布新歌 Love Wins 的海报后，新歌 MV 却因侮辱残疾人而陷入争议。 IU 于24日5月公开了新曲 Love Wins All 的 MV， 这段 MV 基于后世界末日的世界观，描绘了 IU 与 V 浪漫全是末日恋曲，悲伤中的浪漫以及小小幸福。新曲主视觉上也写着以我贫弱的想象力所无法想象之处，让这首歌曲更富灵魂。 MV 中出现不少带有隐喻的设定，引发诸多讨论。有韩国网友观看该 MV 后发现 MV 里 IU V 各有缺憾， IU 不能说话， V 则是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。有人指出对聋哑的 IU 和失明的 BTS V 的形象描绘残疾人感到不舒服，将残疾作为主体本身就是对残疾人的客观化和浪漫化。结局也被批评缺乏深度思考，并且认为这是基于残疾人的糟糕的想象力，不是 IU 和 V 进入了没有仇恨和歧视的幸福世界，而是他们的残疾消失了。对于 IU 新歌 MV 陷入争议，遭到韩国网友指责，导演出面给予解读澄清。在这个细节满满、寓意深刻的 MV 中，导演藏了许多对社会的体悟，但他表示世界观本就和现实不同，很多抽象的设定在解读上因人而异，欢迎大家以不同的视角对 MV 做出多种解释。